近年来，在全国法院司法警察部门的共同努力下，体能训练取得了显著的成效，但还存在训练的系统性不强、规范性不够、科学化水平不高的问题。为进一步规范全国法院司法警察体能训练的方法步骤，切实提高体能训练的专业化、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，我们制作了司法警察体能达标训练教学篇，供大家学习借鉴。本市教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警务部体能达标考核细则，分为一、短跑类；二、中长跑类；三、力量类；四、协调性类。短跑全程技术动作的变化可分为起跑、起跑后的加速跑、途中跑和冲刺跑四个部分。起跑可分为蹲踞式起跑和站立式起跑。蹲踞式起跑，起跑器的安装一般采用普通式，前起跑器距起跑线的距离为 1.5 脚长，后起跑器距前起跑器为 1.5 脚长，前抵制板为45度左右，后抵制板为60到70度左右。听到各就位时，走到起跑器前，两手撑地，两脚依次踏在前后起跑器的抵制板上，后膝跪地，两手收回，紧靠起跑器后沿并撑地面，两臂伸直，两手间距比肩稍宽，身体重量均衡地落在两手前脚和后膝关节之间。听到预备时，抬起臀部稍高于肩，使身体重心落在两臂和前腿之间，集中注意力。听到鸣枪时，两臂曲肘有力，前后摆动，两腿迅速蹬离起跑器。站立式起跑，听到各就位时，运动员走进起跑线，两脚前后开立与肩同宽，有力腿放在前面，眼睛紧盯前脚，使注意力不分散。听到预备时，屈膝，重心下降，同时前移，落于前脚，两膝盖微微内扣，两脚由全脚掌支撑过渡到前脚掌支撑，前脚的一侧手在体前。听到鸣枪时，两腿与手臂快速蹬摆，保持低重心，小步幅，高频率向前。加速跑，加速跑开始时，上体保持较大的前倾，双臂摆动幅度大而有力，可使用八字步或直线跑出，注意逐渐加大步幅，用最短的时间将速度提升到最快，一般加速跑的距离在20到30米左右。途中跑，途中跑时上体稍前倾或正直，曲肘摆臂，大腿屈膝高抬前摆，积极下压，
前脚掌扒地，着地瞬间，利用足弓的弹性形成缓冲，继续发展和保持较长距离的最高速度。冲刺跑，最后冲刺，上体急速前倾，用胸部或者肩部撞线。10×4折返跑，场地器材设置，10米长的直线跑道若干，在跑道的两端线 S1 和 S2 外30厘米处各画一条横线 L1 和 L2， 木块5厘米见方乘10厘米，每道3块，其中2块放在 L2 横线上，1块放在 L1 横线上。采用站立式起跑方式，听到鸣枪时，从 S1 线外起跑，当跑到 S2 线前，减速，降低重心，用一只手拿起一木块，迅速折回，快速摆臂，蹬地积极，加快步频，注意步幅不要过大。跑到 S1 线前时交换木块，再跑回 S2 交换另一木块，最后持木块冲出 S1 线。取放木块时脚不要越过 S1 和 S2 线。短跑类辅助训练的方法，发展力量素质。负重下蹲，肩负杠铃，两脚开立略比肩宽，抬头挺胸，收腹立腰，两腿下蹲至大小腿夹角约120度到135度，之后腿部臀部同时发力蹲起还原，负重60至100公斤，4组，每组3至4次。哑铃蹲跳起，双手抓握哑铃，两脚开立略比肩宽，含胸，抬头，收腹，立腰，腿部发力跳起至最高点，落地缓冲，负重30公斤，4组，每组5至10次。卧推，正卧杠铃略比肩宽，沉肩，挺胸，立腰，杠铃曲肘下放至乳头上约1厘米处，以胸大肌发力，使杠铃向上推起，负重40至60公斤，4组，每组4至6次。短跑类辅助训练的方法，发展速度素质。下坡跑4组，每组30至40米，每组间歇1分钟。原地快速高抬腿10秒，4至6组，每组间歇1分钟。快平后蹬跑30米，4组，每组间歇1分钟。
长跑采用站立式起跑方式，听到鸣枪时迅速向前跑出，根据训练水平合理分配体力。一般情况下应以较为均匀的速度跑完全程。在中长跑过程中，为了保证机体对氧气的需求，呼吸必须有一定的频率和深度，还必须和跑的节奏相配合。一般采用两步两吸，两步两呼。跑到一定阶段会出现胸闷，呼吸节奏紊乱，跑速下降，这种现象称之为极点，可通过加深呼吸，适当减缓跑速来进行调整。中长跑类辅助训练的方法，发展耐力素质。变速跑，100米快加100米慢加100米快四组，组间间歇五分钟。固定距离的反复跑，200米四组，每次间歇四分钟。长距离跑15到20分钟。健步走，健步走是介于散步与竞走之间的一种运动形式，在自然行走的基础上，躯干挺直，收腹，挺胸，抬头，肘关节自然弯曲，以肩关节为轴自然前后摆臂，脚跟先着地，过渡到前脚掌，然后推离地面。健步走时，上下肢应协调运动，并配合深而均匀的呼吸。俯卧撑，直臂两手支撑于地面，两手间距略宽于肩，以脚尖之地，全身挺直，头稍抬起，然后屈臂使身体下降，直至肩低于肘关节，以胸大肌、肱三头肌和三角肌前束的收缩力使身体上升，直至两臂伸直。仰卧起坐，身体仰卧在地垫上，屈膝，同伴用手按压脚踝，双手十字交叉枕于脑后，利用腹肌收缩迅速呈坐姿，肘关节轻触膝关节后，上体后仰还原，杠端臂屈伸，双手握杠直臂支撑，挺胸，收腹，两脚并拢，自然下垂，两臂屈肘，使身体下降，直至肩低于肘关节，以胸大肌、肱三头肌和三角肌前束的收缩力，使身体上升，直至双臂伸直。
杠端臂屈伸辅助训练的方法，卧推正卧杠铃略比肩宽，沉肩挺胸立腰，杠铃屈肘下放至乳头上约一厘米处，以胸大肌发力，使杠铃向上推起，负重40至60公斤，四组，每组4至6次。杠铃仰卧臂屈伸，仰卧在长凳上，两手中握杠铃，两臂伸直于胸部上方，然后上臂固定不动，两臂屈肘，使前臂缓慢向头部方向放下，以肱三头肌收缩力伸肘上举还原，负重10至30公斤，四组，每组6至8次。杠铃坐姿颈前推举，坐在凳子上，上体正直，挺胸，收腹，立腰，两手中握具，正握杠铃，屈肘弯臂，使横杠置于胸前，以三角肌前束的收缩力将杠铃垂直向上推起，直至两臂伸直，负重10至30公斤，四组，每组6至8次。引体向上，两手正握单杠，略宽于肩，腰部以下放松，利用背阔肌和肱二头肌的收缩力，屈肘引体向上至下颚超过单杠，两臂伸直还原悬垂状态。引体向上辅助训练的方法，俯立划船，两脚开立与肩同宽，上体前屈于地面平行，两手直臂宽握杠铃于腿前，肩关节放松，挺胸立腰，略抬头，以背阔肌的收缩力贴身将杠铃提至腹下，慢慢放下杠铃，还原至起始动作，负重30至50公斤，四组，每组6至8次。杠铃直立臂弯举，两脚自然开立，两手中握杠铃于体前，直臂下垂，以肱二头肌收缩力屈肘弯起前臂，稍停，两臂慢慢放下，还原至起始动作，负重10至30公斤，四组，每组6至8次。跳绳，量绳的方法，两手分别握住绳子两端，一脚踩住绳子中间，屈肘将小臂抬平，绳子刚好被拉直，即为适合的长度，用前脚掌起跳和落地，腾空时身体处于自然弯曲状态，呼吸自然紧凑，跳起高度以绳刚过脚为宜，向前摇时两臂自然弯曲，手腕发力做外展内旋运动。立定跳远，立定跳远由站立、蹬摆配合、腾空、落地缓冲四个部分组成，两脚开立与肩同宽，发力点在前脚掌，两臂向前预摆，屈膝降低重心，
两脚突然用力蹬地，两臂由后向前上方迅速摆出，充分展体，收腹，举腿向前伸，同时两臂向后摆动，落地缓冲。立定跳远辅助训练的方法。垫上两头起，仰卧在垫子上，两腿伸直并拢，两臂在头上伸直，以臀部为支点，同时抬起上体和下肢，用手指尖触碰脚尖，然后上体和下肢下落还原，四组，每组10至15个。负重下蹲，肩负杠铃，两脚开立略比肩宽，抬头，挺胸，收腹，立腰，两腿下蹲至大小腿夹角约120度到135度，之后腿部、臀部同时发力蹲起还原，负重60至100公斤，四组，每组3至4次。负重训练后，应立即进行跳伸或加速跑训练，形成力量的有效转化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维护司法安全的重要力量，体能素质是司法警察履行职能的基础。全国法院各级警队要以警衔守寿和晋升体能达标考核为抓手，严格鞍钢师训，科学组训，不断提高体能训练的质量效益，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警务保障。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警务部，2015年3月。